各位小伙伴大家好，现在是下午的5:20，我现在正在揭阳普宁。那今天呢，来普宁这边找吃的，已经吃了3顿，然后给我的感觉是普宁的人很有钱，因为他们消费很高，吃一条肠粉要30块钱，吃一碗面50块钱，喝一碗莲藕汤要40块钱。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吃更贵的。你等不到，刚才讲饭你一碗怎么办？最小这只是80，中间这一只呢是120，最大的这一只是150。这只大只，我跟你就是包到第三个套餐就来着。计较这个豪华套餐啊，平价款那钱啊，相当样啊，平价款那包就是5万300到4500到3400嘛。哇，我这叫7万升，它是很重的，我就这样拎着摄影师拍特写，我的手都会感觉到很酸。你看。我的手还没他的身子那么大。普宁这边都流行至尊豪华，肠粉有，捞面有，还有莲藕汤都有。普宁人的特色，有钱。我们的螃蟹熟地汤已经上桌了，煮的是公蟹，是用的是砂锅来熬这锅汤的。我们是要开小火，慢慢的熬，熬得越久，这个汤会越好喝。我刚刚已经试了一口，那这个汤是非常的鲜甜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汤里面是有熟地跟黑豆。大家如果有留意我上个月拍的视频，我是拍了九制黄金跟九制陈皮，陈皮跟黄金的泡制过程也是用到了熟地。熟地在我们潮汕是非常受欢迎的，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一种食材。这一碟呢是清蒸母蟹，我夹一个壳给大家看一下。公蟹是用来煮汤的，那母蟹呢是用来清蒸。为什么要清蒸？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一个壳的膏都是满满的。这个那个酱呢，最辛苦的是摄影师，今天跟我跑了一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肉，它除了壳的膏非常满之外，它的肉的膏也是非常的满的。然后这个膏很香哦，蟹黄一进嘴，满口都是蟹黄的香味。还差一下公蟹的那些前景给大家看一下。母蟹的膏给摄影师吃，那我自己就吃肉了。吸不吸引？想不想吃？啊，这个不是给你们吃的。他用蟹，他用蟹黄跟我换我的蟹钱。这边这一碗炒饭呢，是老板的本店的爆款外卖，红洋炒饭。住在这周边的邻居吃这款炒饭，吃到都变成他们家的家常菜。就连隔壁街的炒饭店的老板也经常点他的炒饭过去吃，为什么？因为他炒不出这边炒饭的这种水果。嗯，今天的就是我是真的是以上的是吗？以上的是比较小的比较小的比较小的我们店铺才是我要觉得大点的是啊是啊，现在咱们店铺我们以上都是比较小的毛方呢嘛，毛方呢，就放啊，他放你抓的，或者是我们就会抓上来，然后你呢？啊，这一顿吃了1.5个小时，大家从这边看过去，整个店都是顾客，里面5桌，外面3桌，坐满了人。从5点钟开始就有顾客过来就餐，然后老板一家一直在忙活，到现在仍然顾客络绎不绝的过来。他这里的消费算是比较高的，但是仍然非常受欢迎，因为他的汤煮得真的非常好喝。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普宁红洋试一下，方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